你接这份工作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媳妇儿？最后你让她离开你身边，我就当作是你放弃了。再过七个月我就会离开。如果我要你继续做我老婆呢？我想让你一直待在我身边。我不能当奥杰大了，而且我以后没办法再跳舞了。你不要抛弃我好吗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会把那个孩子当成是亲生的。离婚协议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离婚协议，快点看清楚呀！不可能痊愈了吧？我需要你再帮我重新做一份新的离婚协议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爱情便利贴》。